哎，他是好人好，我们四个在一块啊。我出生没有动刀的这个啊，啊，我是出生点在这儿了啊。要不要盘身份？我很怕现在我们双狼，马老师，我很怕现在双狼。我的建议我要先走。你这个反应，我说实话，人多就不怕。我想站远一点，好吧？站上我们走，好吧？站远一点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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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？我有身份，马老师，我的身份巨好。我的身份巨好，你身份巨好，你敢信他，秀才哥？你敢信马老师？我的身份巨好，我的身份，我的身份很硬，我的身份很硬。哎，这时候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啊，不可能信你的，没有用。朱大强有问题，朱大强有问题，为什么？包包不在，包包不在，为什么？他一直跟在我旁边，他没有，他没跟我说话，他一直没跟你说话，跟我说话，他接近我，跟你说话，在思考吗？他有没有可能肚子里面有人，然后他被捣乱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听我狡辩，听我狡辩，我没有说话是因为啊，团儿你一直在说话呀，你一直在自言自语。包包，包包。包包也有问题，包包修可爱，我怎么有问题？他们为什么单着？少了一个人吗？他们为什么单着？我才找到大组织啊！我才找到你们。猪猪公主不在，猪猪公主不见了。猪猪公主在大强肚子里吗？啊，小温在呀，我一直在，我一直在。小温在，小温在，小温也不在，小温不在，小温在，这不在着吗？不在着吗？看得见我吗？看得见我吗？小温，小温没看见。人都齐了，没看见，没有没有小温，小温不见了，没有看到小温，小温这把次郎在这呀，小温在这呀，小温不见了，小温这把次郎不见了，小温小温朱大强，小温不见了，朱大强，哎，那个我跟你讲啊，不见了，小温不见了，你朱大强你过来一下，我跟你单聊一下，三三不见了，我跟你单聊一下，来来来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开局跟柯团在一块？对，我是一个开麦在那里自言自语。他见到你是不是在跑？他就是往这边，就是咱们这边人这边走，然后我就跟着他过来了。好 ，OK。那科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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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不能过来一下？出事儿，然后大家就大强，你过来一下。OK， 先站一块，先站一块。先别过，先站一块，先站一块。对对，先站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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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，直接跑。先发言啊，这一波是肯定是黑灯动的手。大家基本上都在，除了那个我没有找到猪猪公主以外，大家基本上都在那里。然后我是踩的，可能专业杀手杀的，我踩的肯定不是我，剩下的你们盘吧，包包。因为当时天黑了，我就往家犄角旮旯跑了，然后。我们在场很多人，我们几乎都在，那么就是我们中间肯定是有坏人的。然后我全程就是我前面是跟修可爱在一起的啊，我和修可爱一直在一起，然后我是最开始是自己，然后我在找大组织没找到，然后我在中途遇到小可爱，然后才遇到了你们啊，这是我全部路上过。OK， 这里大某发言，我们十个人在一起，猪猪公主不在，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大强已经把他吃到肚子里了。因为他前期跟团哥一起没说话，然后后面黑灯以后，马老师还让团哥跟他一起下去，但是这一轮直接黑灯，然后西恩直接报警，有可能西恩是刀了团哥，又是一个加拿大鹅，这样子我会踩一手西恩过。OK， 修可爱发言，我这把确实是跟波波一起的，后面我们就跟大部队一起了，然后那个时候很混乱，然后就一直要叫团走，走着走着，然后团我刚好也要跟过去的时候，团就直接爆了。然后这个吧，我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听你们后面怎么讲过。可以小温，我的视角里面的话，只有秀才哥是没有这个时间动刀的，因为刚刚黑灯了之后，我是马上找一个能看得见的人，然后保持那个时间，就是看不见，看得见秀才哥，然后我们两个是没有动刀时间的。好，朱大强发言，这场确实很混乱。然后开始团哥怀疑了我一波，然后说我一直跟着他走，但是我也可以说，刚才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就是刁德一把我单独叫走了以后，他并没有问我的身份，而他问的是我是不是一直跟着团，所以他不得劲。但是后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动的手，也没有看清楚，所以我也想听一下大家后边的发言是怎么样的，所以过。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当时黑灯的一瞬间，然后我看小温跟我走了过来，然后我就害怕，然后我直接就跑了，直接溜溜球了，去了乌洞那边。然后小温是没有动刀嫌疑的。那么现在请听刁德一发言，为什么？因为刁德一当时说了一句话：“团儿，请跟我一起过来。”来，刁德一发言啊，到你了。我已经把你们盘出来了。西恩100%好人，王大魔是个小丑，朱大强一定是个杀手。
因为科团上来在带节奏，他怕大强，他一直在说，所以我想验一下大强，我把他拉下去拉得不远，他不敢动我，然后回来我把科团叫走，我来再盘问，在这个时候黑灯了，大强直接出手了。我如果是狼，我不可能玩这么拙劣的这种击杀，好吧，全票出大强。小心修开和包包，小心修开和包包，我没有来得及说话。为什么？小心修开和包包，他们俩很有问题。我认你，马老师，我认你，我认先。你怎么认我？我先可以认的，从刚才听感上、逻辑上来讲，先是可以认的。他叨叨，马老师，马老师， okay, 我跟你说，这个修开和包包绝对有大问题。OK。马老师，你别听他。马老师，我有一计。马老师，我有一计。你说，马老师，我有一计。这个，我建议你带着我和修改。走，你听我的。走 ，OK， 来，你来来来，跟我走。走，包包也在了，包包也有。你不要靠近我。你信我个？为什么？你不要靠近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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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靠近我是吧？哦，我不靠近你。好，这里朱大强发言。我眼睁睁在实验室左边的这个路口看到修可爱直接把三三给刀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把是可以投修可爱的，好吧？可以投修可爱过。好，那我是没有视角的。当时我跟小温还在盘逻辑啊，盘上一场，然后直接突然听到朱大强说哇，然后直接报警了啊。那么我没什么信息，好吧？马老师。刁德一发言啊，这把呢麦交给修凯，因为朱大强说你面杀，那我给你提个醒，如果说朱大强他是狼啊，你如果是好人啊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朱大强给拍死，你多说一点，因为你说我们也会能够听出来的，好吧？如果你是鸭子，你说不动，没办法，只能票你啊，过。先。哦，先发言啊，这把王大谋极其像一个狼或者一个小丑。我说了别追我，他还疯狂追我，你知道吗？极其像一个小丑，要么就鹈鹕。我的信息就这么多，这把出秀可爱是没有问题的，包包。对，王大谋他不是个小丑，他就是一个狼，要不就鹈鹕。他的牌一定不是个好牌。我最后是和马老师在一起的，我比较相信马老师。那就听一下秀可爱怎么说了，过。OK， 这里大谋发言，先不要栽赃狡辩，好吧？是你一直追着我的，我让你不要吃我，你就是那个剩下的鹈鹕，但这轮不急，先把秀可爱或者大强里面排出一只狼，好吧？不 ，OK， 秀可爱发言，这把票我可以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说我出去了，没有游戏没有结束，反正你就是我票出去先，之后就票朱大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前面在追着三三的时候，他一直搁那带节奏说我说你这么怎么每一把都怀疑我，说我要下把是狼，我绝对先刀你，我一直跟他吵架，然后吵到上面的时候，我马老师包包还有我一起走四个人，然后我们后面又在那个走道的时候遇到了大强他们，然后我是在后面，我是追在那个三三后面，这个时候大强他回头了，他回头到三三，他没想到我在后面被我发现，然后他后面直接过去报警了，知道吧？还有他自己以为后面没有人，那没有发现是我还在后面，好吧？这把明就他大强他自己刀的人，然后他趁我在后面，然后张到我身上，好吧？过。这一把我都修可爱啊，因为我的视角里面做任务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大强，他是站在我隔壁的。然后我任务刚做完的时候，看到确实听到大强一个哇，然后往我这边跑过去拍鸡腿的。在我的视角里面可能是修可爱了，过。是时候出击了。你是不是狼？珊珊一直说你是狼，我感觉你很可疑。我感觉你要刀我。我不是狼。你我远一点吧，那你先别靠近我，你先别靠近我。好，你先这样，你先别靠近我，你这样你这样聊，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我就是一只普通的大鹅，我没有什么身份。
马老师，我这么信任你，马老师。不存在，没有这么一说。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们视线。感谢燕然家有力的飞机。马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一波把我吃了大错特错。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身份拍一下？你知道吧？我是一只狼，你把我吃进肚子里，没有人帮你的。我是有身份的。你这个刺我没有必要。有没有刺客啊？真没必要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刺客。OK， 那就不急嘛。对，不好说。马老师，那就不急嘛。哎，我打个老鼠。OK。哎，他们在干嘛呀 ？OK。哎，马老师，怎么没有那个拍身份啊？马老师，你不给我们上个弄一弄吗？我讹呀，我带节奏，别到时候又被你们那个是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思维还是超级强。你又不好，哎 ，OK、哦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他们俩没事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俩没事。OK， 那你们四个里面必出一狼，因为他们俩是让他们俩一起走的。他们俩如果有一个狼，另一个早就倒牌了。OK， 那我来过去把他们盘一下，好吧？谈吧，你过去盘一下他们吧。好，可以啊，可盘，可盘，可盘。那他们俩可以？牛逼！我把任务做完了。哇哇哇！还有个杀手是谁？哦，马老师是一回。这都行。就在我们狂跟的探马老师的话，没法笑，很难受，被这个包包吃到几个，对，吃了个音响很烦，吃了个音响，开，高不复，吃了个音响，他一直在那唱歌，我听不到说话。